放射科医师要做什么事情吗？放射科医师啊，基本上就是用很多影像学的检查去检查我们身体各样的部位哦。也许啊，你看着一个人，好像外面有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但是呢，在放射科医师的眼睛里呢，哎呀，一照 X 光，人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这里面都是骨头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呀？但是不会哦，因为骨头对我们很重要。为什么重要呢？为什么？对，很好，因为骨头支撑我们的重量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要是我们没有骨头会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们就扁下去了。好，所以骨头就支撑住我们整个人的重量哦。好，那我先问一个问题。好，大家知道我们人体里面有几块骨头吗？好，我们这个是选择题哈，认为我们里面有26块骨头的请举手。好像没太少了哈，认为我们的身体有106块骨头的请举手。哦，认为我们身体有206块的骨头请举手。好像比较多哈，认为我们身体里面有506块的骨头请举手。啊，好，我公布标准答案了哈，我们身体里面有206块骨头啊，答对的给自己拍拍手。好，那好像骨头看起来很硬，对不对？
但是啊，当我们把骨头剖开的时候啊，你却发现怎么样啊？骨头里面是空的，像海绵一样哦。为什么啊？这么硬的骨头像海绵一样那样一个洞一个洞啊？大家知不知道？是因为要让血流流过吗？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钙不够，所以做不出那么多骨头吗？还是为了要减少重量呢？大家认为是一的举手。哦，血流是不是要让血流通过啊？认为是二的举手。哦，钙质不够的比较少啊。那为了减少重量的举手。哦，大家很多人都选三，没有错哈，请放下。的确啊，我们身体这骨头一个洞一个洞，就是为了减少重量。虽然骨头很硬，但是啊，它里面是空的，很多洞，所以啊不会那么重，不然你搞不好连脚啊都举不起来咯，因为太实心了哈。啊，大家知道这个红色的骨头叫什么吗？这是一个，很好，脚跟骨哈，这个红色的脚跟骨啊，就跟一个火柴盒一样哦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全身的重量啊，都是被这个小跟骨撑住的咯。哦，甚至啊，有人啊，在这个大力士举起来的时候，大家知道现在奥运世界纪录可以举几公斤吗？可以举263公斤哦。这样举上来啊，这个小跟骨都能够啊支撑得住。但是啊，当我们啊把这个小跟骨剖开的时候，怎么样啊？里面也是空的呢。你说啊，神造我们的脚跟骨多奇妙啊！这样空空的这些柱状的结构，居然能够撑到这么大的重量哎！而且啊，哎呀，还有人练铁头功，咚一下骨头还可以把石头劈断了，好厉害哦！但是它里面却是空的哦。哎，大家都有手指甲吧？手指甲是不是很硬啊？那手指甲是不是骨头呢？认为指甲是骨头的请举手，认为指甲不是骨头的请举手。哎，很好，大部分人都答对，指甲不是骨头。那指甲是怎么来，怎么会这么硬的呢？其实啊，它是啊，我们在指根的地方有一个这个细胞啊，一直在分泌这个角质化的细胞，它是一个皮肤细胞的一个变化，使我们啊能够长出我们的指甲。它跟下面的这个骨头啊是不一样的构造哦。好，那我下一个问题是，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手上会有手指甲呢？是为了要挖鼻孔吗？啊，不是吧？啊，是为了要抓抓痒吗？啊，好像也不是啊。是为了要掐朋友的脸吗？啊，好像不像哈。啊，答案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手指头啊，这样硬硬的手指头，你看你做事情啊就可以受到保护。要是你没有这层手指甲呀，哎呦，你的手指头会很容易受伤哦。啊，好，大家有没有个问题啊？我们每天都吃好多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我们到底吃进身体里面去，它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哦，大家很聪明哦。神造我们啊，给我们造一个消化的系统，啊，使我们啊吃进去的东西从我们嘴巴进去啊，就经过牙齿的咀嚼，啊，经过这个食道到胃，然后到小肠到大肠排出来，啊，而且中间啊，我们的消化系统还包括了什么？还包括了肝脏，它要分泌很多的消化的酵素，包括胆囊，啊，包括胰脏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消化的系统哦。啊，好，那我问一个问题，大家自己哈，我们自己用舌头顶一下我们的上颚，就是牙齿的后面顶一下，你会不会觉得有个波浪啊？还是很平？你去顶一顶，有波浪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上颚会有波状纹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啊？你怎么不是做平的，是做有个波浪形的呢？是因为别人看不见，所以不好看没关系吗？是因为怕污染到一些污垢吗？
是为了防止食物不会滑进喉咙吗？还是让我们可以喝更多的水呢？认为一的请举手。哦，比较少。认为二的请举手，怕污染的。认为三的请举手。哦，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三哈，没有错哈。我们的答案就是啊，我们这个舌头啊有个波浪纹。你想想看啊，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啊一面咬啊，你的舌头就一面往上顶，一面往上顶，要是上面很滑，咻一下怎么样？你的这个食物就一下子跑到喉咙就呛到了。神怎么这么奇妙，让我们的这个口腔的天花板啊是波浪形的，让我们啊能够慢慢的来咀嚼我们的食物哦。好，这个是谁？这个叫蜡笔小新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在吃东西，你们，但是啊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，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啊吃错在哪里啊？啊，请说。非常好，这小朋友非常好，他是太快了。各位小朋友，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们讲 吃东西要怎么样？对，要细嚼慢咽。你看连神造我们的嘴巴上面的波纹都是要我们啊吃东西慢一点哦。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细嚼慢咽呢？来，请说。啊，不然会噎到，很好。其实还有别的原因哦。哦，在医院里面有一种检查呀，叫做内视镜。现在啊，科学很进步哦，我们可以把一个管子上面有镜头啊，放到我们的消化里面，消化道里面去检查，放到我们的食道，放到我们的，哎呀，这个就是食道哈、哦，一个管子可以放进去看，啊、哦，对，这是食道，哎，这是胃啊、哦。但是啊，我们这样一路看一路看，就可以看我们消化道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啊，当我们把这个内视镜钻到这个小肠里面的时候啊，哎，发现完全它的外壁不一样哦。这个小肠怎么样？哎呀，好多毛在里面啊，我们叫做绒毛。你们晓得为什么啊？这个小肠的壁长这个样子呢？因为啊，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吸收各样的养分。食物的地方，它有很多的皱褶，就有很多的面积可以去吸收我们吃下去的食物。但是啊，你如果今天像蜡笔小新这样啊，很快很快的一咬就吞下去，你下去的食物怎么样？就变这么大颗。你如果啊，慢慢的细嚼慢咽啊，你咬下去的食物到了小肠就变这么小颗。那你们觉得是这样的食物好吸收呢？还是这样的食物好吸收？对，所以啊，爸爸妈妈要请小朋友细嚼慢咽啊，都是有原因的啊，因为我们的胃肠道没有办法像牙齿这样啊做这些把东西切碎的动作，所以我们啊咬的把食物咬得越碎，我们的小肠的吸收就越好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的牙齿天天大家有没有刷牙呀？哎呀，我们牙齿也很重要哦。好，为的就是要把这些食物切得碎碎的，让我们的这个小肠好吸收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牙齿哦。啊，但是不要像他这样，哎呀，好不卫生哈。我们天天都要刷牙哦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为什么我们会放屁呢？啊，你说。很好啊。是因为我们每个习惯不好吗？恐怕不是哦。啊，是为了吓走旁边的人吗？恐怕也不是哦。啊，是为了要排出肠子里的气体。啊，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个肚子痛之前的预告哈、啊。这个放屁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身体的行为，因为啊，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，会慢慢在肚子里经过细菌的发酵，就会产生一些空气，所以啊。这个放屁是很重要的，甚至啊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医院里开完刀啊，医生都会问病人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有没有放屁？对，你放屁了没有？医生非常的关心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因为请问你做完手术，你差不多，其实就是因为啊，
我们啊一开刀啊一麻醉啊，我们肠子都不动了，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再吃东西了，不然就都塞在里面了嘛。等到啊我们麻醉过了，我们的这个肠胃道啊慢慢恢复功能啊，开始蠕动的话，气就慢慢出来了。所以开始有放屁的行为，就是代表什么啊？我们的肠胃道已经恢复正常了啊。好，大家是不是摸摸看自己是不是有两个耳朵啊？为什么我们人有两个耳朵呢？因为戴耳环会更漂亮吗？两边各一个叮叮叮的漂亮吗？可以戴上很帅气的眼镜吗？两个耳朵刚好可以挂呢？还是让我们可以分辨声音的方向呢？还是哎呀，我有两个耳朵不喜欢的听了，我另外一个耳朵可以让它放出去呢？啊，认为一的请举手。哦，比较少，认为二的举手。哦，可以戴上帅气的眼镜啊，哎，不要戴眼镜了，戴眼镜不好。可以判别声音的方向的请举手。哦，大家都选三哈。当然我们也不喜欢左耳进右耳出了哈，所以答案的确就是三。有两个耳朵就可以让我们判断声音的方向，甚至啊连我们眼睛有两个也都是很重要的哦，使我们看东西都有立体感哦。好，我们耳朵为什么能够听见声音呢？啊，是不是我们耳朵里面有一台小钢琴啊？还是我们耳朵里面有一台小收音机啊？还是我们跟声音有一个心电感应呢？认为是一的请举手，认为我们耳朵里面有一台小钢琴的请举手。哦，没什么人举啊。认为我们耳朵里有一台小收音机的请举手。哦，认为我们与声音有心电感应的请举手。哦，好，请放下啊。但是这一题答案有点出乎大家的意外哦。答案是一，因为我们耳朵里有一台小钢琴，哎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神造我们真的是很奇妙哦。当啊一个声音啊，从这个外耳道进到我们的这个耳朵里面的时候，经过听小五的传导到一个叫耳瓜的里面，科学家啊把这个耳瓜啊做一些解剖，看到啊里面真的有一台小钢琴哦，在这里，这里面有6000条的丝。长短各不一样，所以声音的震动到这边啊，它就会有不同的震动。这些啊6000条的丝的震动，就会传递到这些听觉的神经，然后再转成电磁极传到我们的大脑里面，成为我们听到的声音。大家知道我们的钢琴有几条弦吗？有83条弦，啊，对吧？啊，好，88的83，好，没关系。但是神造我们啊，有6000条弦的一个小钢琴，就藏在我们的耳朵里。说神造我们是不是很奇妙啊？好，甚至啊，中医还说啊，我们的耳朵上啊，可以代表我们整个身体，我们整个身体的情形都可以反映在我们的耳朵上面哦。所以有各种的穴位，所以要治疗身体的疾病啊，你光去治疗耳朵就可以了哈，好奇妙哦哈。不过陈叔叔不是学中医的，我就觉得这个蛮奇妙的哈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人为什么会扎眼睛啊？你有没有扎过眼睛啊？是因为要练习去抛媚眼吗？是因为要跟人家打暗号吗？啊，还是啊为了帮眼睛保持湿润呢？或者是你觉得眼皮好重啊，所以要扎扎眼呢？认为要一的请举手。没有。二的请举手。三的请举手。哦，大家都选三啊。当然啊也不是眼皮很重啊，我们啊会扎眼睛就是要帮眼睛啊来保持湿润啊。所以呢，刚才这个啊姐姐有问的问题哦，我们的眼泪有几层啊？1、2、3、4、5，大家选。我们眼泪有1层的请举手。有
两层的请举手，有三层的请举手。哦，大家比较多啊，有四层的请举手，点了有五层的请举手。哎，还有人啊，哎，其实啊，我们的眼泪一共有三层哦，是啊，给自己拍拍手啊。很奇妙啊，神造我们的眼泪有三层，最外面的叫做脂肪层，这个层的作用啊，就是我们的眼泪外面有个薄薄的脂肪，让我们不会啊很那么容易的啊这个水分就蒸发掉。然后中间的是水层，最外最里面的叫黏液层，来保持我们这个眼睛细胞的湿润哦。啊，所以啊，神造我们光眼泪啊都分了三层哈、哦。好。下面我问一下，你们看看下面哪一个机器跟我们眼睛比较相像？是手机呢？是电视机呢？还是照相机？认为是啊？是什么？哇，大家都知道哈，我们的眼睛啊，跟照相机非常相似。应该反过来讲啊，照相机是根据眼睛的这些原理照出来的哈。那这个是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放射科做的这个磁振造影的眼睛，哎呀，看起来啊，眼睛里面就长这个样子哦。我们把它画成图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眼睛，外面的光线从外面进来，经过这个水晶体到我们的视网膜。事实上啊，我们人类照的照相机啊，就是根据这个眼睛的原理。你们有看过人家照片吗？照相机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人家一直在转这个镜头照相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对，哎，谁讲对焦的啊？很好啊，这边是底片，他要啊去调整这个镜片的这个距离，才能够把这个焦点定在这个底片上，我们才能够照出清楚的照片。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，那我们的这个眼睛要怎么对焦呢？神造这个人类的对焦啊，比这个相机啊高明多了。原来啊，我们的水晶体是可以变形的，它旁边被这个睫状肌给拉住。当这个睫状肌收缩的时候啊，这个水晶体就变长了，使我们能够看远的东西。当这个睫状肌放松的时候，这水晶体就变越扁扁胖胖的，使我们能够看近的东西。哇，这个设计比这个设计高明多了哈！神的设计实在是很奇妙哈。好，甚至啊，当这个光线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的时候啊，科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七层的细胞，最主要的细胞是这里面的这个柱状跟锥状的细胞，一共1亿3000万个哦，将这些光刺激啊转成电刺激传到脑部，成为我们视觉所看到的画面哦。神造我们实在是非常的奇妙。好，那我们眼睛这么重要，我们要如何的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？你说，哎，请坐。哎，很好哈，要有适当的休息，而且啊，我们要保持距离啊。比如说，你看电脑，要跟它保持50公分。哎，这是跟大家要看哦，我等一下会问哦。另外啊，我们看的这个荧幕啊，要比我们的眼睛啊稍微的低一点啊。第二个，就像小朋友说的，我们要适当的休息啊，要做一些啊眼睛的体操啊。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眼睛卫生，我们可不可以用手去揉眼睛啊？不行啊，我们的手上很多的细菌，一揉一揉啊，就把细菌带进去了哈。那我们也不要用别人的手帕来擦眼睛哦哈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要多吃胡萝卜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多吃胡萝卜对身体好，对眼睛好？哎，有叶黄素，还有维他命 A， 很好哈。大家有做过眼睛体操吗？好，那我们再做一次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把眼睛闭起来，大家都把眼睛闭起来。
好，都闭起来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请你把眼球左右的移动三次，往左看，往右看，往左看，往右看。好，往上看，往下看，眼睛闭着哦。好，往上看，往下看，三次。好，然后呢，往左转三圈。好难吗？哎，那就是你要多练习啊。 好，现在换一边，往右转三圈。好，现在想象一下你的眼球啊，往前转三圈，啊，用想象的啊。然后呢，再往后转三圈。好，眼睛可以张开了啊。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眼球运动。当然啊，这个三圈还太短了哈，今天说要九圈，三圈是因为时间的关系。 你们觉得啊，有点疲累的时候，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眼球的运动哦。好，要如何保护眼睛？举手，请说。啊，听不到。要。哦，好，请说。 我听不太到，我现在耳朵不太行了。哦，不要在黑黑的地方看书，很好。还有呢？定期检查视力，还有呢？多看病书。好，你们写的比我还多。还有什么？啊？要多吃胡萝卜，很好啊，大家都有专心听。还有什么？啊？ 要多吃蔬菜水果，还有呢？哦，你有专心听，对，哦，打电脑的时候要离50公分，而且都那个看的屏幕要比较下面啊，非常好，大家都很专心，要给自己鼓鼓掌。好，甚至啊，我们的眼球外面有6根肌肉啊。 也是非常的奇妙哦，它好像啊，这个飞弹的那个对准发射器一样啊，要看哪里啊，这6根肌肉就马上把你对到。大家看看现在的钢琴在哪里？哎，一下眼睛就瞄到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找一找我们现在的投影机在哪里？啊，是不是一下就找到了？那大家想一想，看一看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？ 哦，是不是一下就找到了？好，我们回来哦。所以啊，神造我们这些眼睛啊，用这6根肌肉啊，对着比飞弹的系统瞄准系统还要快，还要准哦。那大家啊，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没有什么肌肉是不受控制的呢？眼球肌肉呢？手背肌肉呢？ 心脏肌肉呢？还是大腿肌肉？啊，大家都答对了哈，我们的心脏肌肉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哦。为什么心脏肌肉不受我们控制呢？因为心脏肌肉很固执吗？因为心脏肌肉听不到我们的话吗？因为太重了吗？ 还是因为它无论何时都是运作的呢？啊，大家都知道哈，答案就是啊，我们的心脏无论何时都是运作的哦。哎呀，我们神造我们啊，实在是非常的奇妙。这就是我们那个磁振造影啊，在摄影心脏的时候，一直在跳的，就是我们的心脏。好，大家把手举起来，握个拳头。 你的心脏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手放下来，它就啊一天到晚这样跳。你睡觉的时候，它也这样跳。你睡觉的时候，它有没有说，哎，我也跟你一起睡一下呀？啊，就死掉了。你睡觉的时候，它继续跳，而且它跳得很厉害哦。它一个小时啊，可以打202罐的大的宝特瓶到全身的血液里面哦。哇，它真是不容易耶。 人家说7-Eleven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7-Eleven。他有没有休假呀？他有没有进场保养啊？都没有，他就是啊，我们神造我们终极生，他就一直在里面跳啊。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？这心脏在跳跳跳，他
他到底把雪挤去哪里了呢？对啊，我们心脏啊就把这个含氧的雪打到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里面去哦，啊，然后到器官里面供应的氧气之后啊，再把这个比较啊没有氧的血再送回肺脏，啊，这是一个循环。你知道啊，血液这样绕身体一周再回到心脏要几多少时间吗？24小时啊！哇，那糟糕，你循环太差了啊！二十秒，啊，这个心血，这个这边有个亮亮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做了一个那个追踪器啊，好，这样让整个血从心脏打出来，回来进肺脏，再回到心脏，20秒，哇，终其一生就是这样哦。而且啊，到了我们这个身体的末端呐，啊，我们有很多的微血管，就这些东西，啊，让我们啊能够啊在组织里面接受从心脏供应的血液来供给它的养分，它遍布全体啊，全长超过10万公里，相当于啊环绕地球的2.5圈的长度哎，哇，各位小朋友，你的身体里面啊血管长度加起来啊，可以围绕着这整个地球2.5圈哎，哇！你有没有想过神造我们多奇妙啊？你说哎，我又没看过我的微血管啊。其实啊，你有办法看。大家可不可以把像他这样啊，用手把你的指甲前半压一下？好，看着你的指甲哦，放开来，是不是有从白变成红色啊？啊？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因为啊，我们的微血管充血的情形啊。你要是啊，等下压下来，白色的没有变红色，你等下会后来找陈叔叔啊。这个啊，都是正常的血管循环都应该要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我们没感冒也偶尔也会啊啾，会这样吗？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的习惯不好吗？是因为吃的食物太辣吗？是天气太热吗？还是防止异物进入呢？认为一的举手，这是不好的习惯的举手。认为食物太辣，二的举手。认为天气太热的关系举手，三。认为是为了防止异物的进入的举手。哦，很好哈，很多人都答对了哈。我们打喷嚏啊，有时候是为了防止异物的进入哦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肺部的呼吸系统哦。啊，这个啊就是让我们交换这个空气的地方。要是这里面有异物进入会怎么样啊？就会塞住我们的这个空气哦，使我们啊，哎呀，这里面就会发炎。神造我们好奇妙哦，我们的吃的东西跟呼吸的空气啊都共用一个空间，到了这边有个会厌去分隔，这黄色的东西就是我们吃的东西经过这个会厌到我们食道。但是啊，如果小朋友你吃饭的时候跟人家讲话呀，啊，不专心啊，有些时候啊这黄色的吃的食物就会跑到这个气管里面去，就跑到肺部里面去，怎么样？会造成阻塞哦，会造成发炎哦。神造我们有个反应啊，就是万一有什么东西啊，有到这个空气那个气道的时候，它就啊啾啊啾就把它给排出去了。甚至啊，有时候你不需要这样，神造我们这个气管的这个壁啊，也不是平的，它是有一大堆的纤毛，而且是往外的，这是出口的地方，还是把这些分泌的液体啊往外送，使我们啊一直保持我们肺脏的这个干净跟通畅。哎呀，神造我们真的是好奇妙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节。自从创造世界以来，神啊看不见有远的大能，乃是借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，叫人无法推诿。哇，我们看了那么多身体奇妙的构造啊，哇！但是圣经说啊，
这些奇妙的构造都是神所创造的哦。啊，这些圣经啊，把我们人的一些奇妙的一些情形都写在圣经里面。根据啊，《创世纪》十七章啊，在那边神吩咐亚伯拉罕说啊，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生下来第八日要受割礼。今天啊，我们不说受割礼，我们说啊，为什么要第八日受割礼？第七日不行吗？第十日不行吗？啊，不是啊，这个啊，这句话创世纪是写在离现在3500年啊，到了20世纪啊，1939年，科学家才知道为什么啊。这边啊，有一条蓝线，有一条黄线，这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凝血因子。这些凝血因子是帮助我们啊，万一有伤口的时候要愈合的。你可以发现啊，在小朋友出生下来的1到7天啊，这个凝血因子是慢慢的上来，到了第八天到最高，然后啊，过了第八天又慢慢的变成一个平台。所以啊，小朋友新生儿刚下来前7天如果动手术危不危险啊？很危险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体里面的凝血因子不够啊，这时候你开了刀，那个伤口很容易就流血不止啊，一直到第8天是所有的这个凝血因子最高的时候。这句话是写在距离现在3500年啊，到了1939年，科学家才发现为什么。你说啊，神造我们奇不奇妙啊？好，这题是问答题。为什么人老了我们头发会变白呢？来，请说。啊？哎，你说对了，哎，你好厉害哦！因为啊，我们毛囊哈，我们毛囊里面的这个黑色素的细胞就越来越少，我们头发会黑啊，是因为我们毛囊里面有一个黑色素细胞在一直分泌黑色素，使我们头发变黑。但是啊，我们随着年龄越大，我们的黑色素细胞就越来越少。但是我下面问的更难的问题哦，各位小朋友都很聪明，为什么黑色素细胞会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老，但越来越少？这题很难哦。好，这题啊，其实跟我们啊，神造我们的 DNA 有关。我们知道啊 ，DNA 就是制造我们身体各样物质的东西。然后在我们身体里面 ，DNA 很长很长，它可以聚集成一个东西叫做染色体。这里面啊，就是成千上万的 DNA 在这里面。来，你说。啊，不是疾病，这个跟年龄有关啊。但是啊，神造我们的这个染色体很奇妙哦，它在这个边缘红色的地方啊，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叫做、啊、端粒染色体端粒，它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大家有没有绑鞋带啊？绑鞋带最后是不是有个硬硬的那个塑胶去保护你的鞋带啊？好，这个端粒就有点像这个塑胶的保护你的这个 DNA。好，但是啊，我们的每个身体都有它自己的寿命，为什么我们可以一直去制造呢？是因为这些细胞都可以分裂，好，1分为2，2分为4。但是啊，科学家到1930几年才发现，我们每一次细胞分裂啊，我们的染色体的这个端粒就会再短一点。你分裂一次就短一点，分裂2次再短一点。有一天啊，到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的端粒啊不够了，你的功能就失去了，你本来该有的功能就没有了。这是啊，为什么黑色素细胞会随年龄越来越少的原因？是因为我们细胞每分裂一次，我们的端粒越来越短，短到没有了，细胞功能就没有了。我们念一下这个4章16节好不好？这是圣经的话啊，科学家到后来才发现真的是这样啊。好，神造我们的 DNA 啊，每分裂一次就短一点，每分裂一次就短一点啊，所以真的是我们天天都在毁坏。
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句经节的下一句讲什么啊？有人知道吗？很好哦，哎，谁讲的很棒哦？好，下一句话说啊，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。神造我们外面的身体非常的奥妙，但是更奥妙的是啊，神造我们还有一个里面的人哦。啊，所以圣经说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。神造我们啊，不是说神啊造了我的这个消化系统，造了我的循环系统，造了我的各种呼吸系统，没有，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身体的部分。神看我们啊，他看人是灵与魂与身体。你们有没有看过猫在祷告的？好像没有，为什么猫不会祷告呢？啊，对，因为猫没有灵啊，大家都很聪明。我们人非常的珍贵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灵啊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人有名片呢？通常啊，人的名片就是跟人家介绍你的自己，你叫许少芬。如果你要做个名片呢、啊，就是说我是一年一班的班长，写在上面。你希望人家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你就要在你的名片上写出你的身份。如果啊，今天这位耶和华神他要写个名片，他要写什么呢？事实上啊，在圣经里面，神有介绍他的自己，在撒加利亚书12:1说：“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骨头的耶和华吗？骨头很棒啊。造人指甲的耶和华吗？造人长绒毛的耶和华吗？造人耳朵里面个小钢琴的耶和华吗？造人这个眼球这么奥妙的耶和华吗？造人这个循环系统可以绕地球2圈半的耶和华吗？还是呼吸系统呢？还是造人里面 DNA 的耶和华呢？大家都知道啊，造人里神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他是造天，他是造地，他是造人里面的灵的耶和华。所以在神的眼中啊，我们里面的灵啊比天地一样的重要哦。啊，我们身体虽然很奥妙，但是我们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灵。所以我们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人这么奥妙，但是啊，科学家在化学实验室化验的结果，人啊其实分析出来就是一大堆化学的元素，成分最多的是水啊、哦，然后呢还有铁、钙、磷、钠、石灰、脂肪、糖、盐等等，加起来啊价值不到100块。刚好可以买个便当，哈、啊，你们等下就要吃便当了。人真的只值这个钱吗？啊，当然不是。人的价值就在于我们人有灵，因为我们这个灵啊，好像个天线一样，使我们能够接触这个永远的神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10:10，好不好？陈主说是在医院上班的医生啊，我在圣经里面我最摸索的就是这句话。为什么？医生能不能够叫人得生命啊？医生哪有办法呢？医生最多让人家活得久一点，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得的生命。第二句话更难了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刚刚看啊，我们 DNA 每分裂一次怎么样？就短一点，分裂一次就短一点，怎么可能生命得得更丰盛呢？但是啊，因为主耶稣来是要给我们神的生命啊，所以啊，人的确啊是会有生老病死，但是圣经说神给我们一个更奥秘的方法，就是一个接枝的生命。借着接枝啊，我们这个短暂会老会死的生命，会老的生命可以接于这个神永远的生命。要怎么接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，好，我们就可以接于他，用我们的灵接触这位赐灵的神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起来呼求主名3声。哦，主耶稣，
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啊，就这样这么简单，但是又非常的奥秘，这比身体的奥秘更奥秘啊！当你用你的灵来呼求这位主的时候啊，你就接于这个生命的源头。是啊，他这个生命，神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在里面做你的力量，做你的帮助，做你的真准警，也做你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啊是不会衰残的啊，所以啊，愿神祝福大家，阿们。哇，好精彩哦！当我们陈伯伯接着讲到人体有各样的奥秘，让我们知道人啊是神所创造的，在各样的器官里面都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啊，这个功能就是要叫这个生命啊能够活得好，活得健康，活得长久，也活得有意义。那最重要，最后提到说人里面有什么灵啊，这个灵是盛装神的器官，所以就那个孩子们，我们当我们操练灵呼求主耶稣的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就觉得非常的平安跟喜乐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要报告一下底下的时间，我们先了解一下每一队的队长，从一到六队啊，你知道你是队长的请站起来一下。第一队是龚弟兄，龚大鹏弟兄，第二队是廖世仰弟兄，第三队是卢森林弟兄，第四队是陈达安弟兄，第五队是李泽全弟兄，第六队是朱桂林弟兄。等一下拿了午餐，要直接到这个地图旁边的交通室。对对，那边的交通室，我们直接在交通室里面用餐跟交通，关于大地游戏的细节。好，这是第一件要跟大家通知的，就是队长们搭了餐，我们就到交通室一起用餐啊，会跟大家讲解闯关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。第二件呢，我们等一下用餐的地点，第一组跟第二组，好，第一组第二组请举手，第二组在哪里呢？好，你们呢用餐还有跟家长们都是在 B1 B1 一起用餐。第三、第四组请举手。好，你们用餐的地点就是在右边那一个小小的那个聚会的地方，这样知道吗？第三组、第四组、第五组、第六组请举手。好，你们呢就是在这个场地主会场里面用餐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那等一下队服呢会帮各位如果家长可以帮忙也可以，会领餐，然后就到这个场地去。还有很重要的，我们集合的时间是来，小朋友，我们还没有用餐，请先回座。回到座位还没开始离开，请先回座哦。我们呢要提到回来这里汇合的时间是12:40以前要回到这个场地来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我问大家几点回到这里？12:40。好，正确。好，好，来，我要来抽问。好，请问楚光是不是？好，请问楚光，我们等一下几点要集合？12:40。很棒哦。好，代表大家有听清楚哦。来，接下来是我们要用餐时间，刚刚我们的这个队长的，刚刚我们的总管弟兄已经跟我们讲了哈，所以你们知道用餐的场地。那首先我要先请第一队和第二队的家长好，不仅是队长，刚才有第一队跟第二队的队长，好，是在哪里？第一队的队长跟第二队的队长，好，第二队的队长在哪里？好，来，请队长还有带着你们的就是家长们，我们要协助队伍一起去我们那个用餐的场地，拿了以后要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到地下室去，可以吗？请家长们协助我们第一队跟第二队的队伍去拿我们的餐点，然后到地下室去。好，我们请第一队的家长和第二队的家长请起立。